智能公司负责电子零部件、磁性材料等下一代功能性产品的销售、制造和生产技术开发。凭借从钢铁研发过程中获得的独一无二的技术，在各个领域为实现智能社会做出贡献。提高电动汽车效率的电源卡引线框等电子零部件，不使用重稀土类中的铊和低元素，具有世界最高级磁力，为马达的高性能化做出贡献的粘结磁铁 MagFine， 超小体积且高灵敏度，可以精密测量方位的磁传感器 MI 传感器，增加饮食乐趣的牙科用磁性固胃体等牙科产品，铁质力体等促进植物光合作用的铁成分补给品，对业务发展的不懈追求，使我们的业务以超越汽车行业领域不断扩大。智能公司担负着未来，在能源、健康生活、食品以及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这四个领域展现其价值。利用马达和电子部件为提高电动汽车的能源利用效率做出贡献，利用高灵敏度磁传感器为先端医疗做出贡献，通过为老龄化社会的牙科医疗的贡献，让他们的饮食生活丰富多彩，通过向植物施加铁成分补给品，以改善碱性土壤土质，解决世界性粮食问题。 GMPS 是我们独创的自动驾驶支持系统，它弥补了 GPS 和摄像机的弱点。 MI 传感器在通过式安全门中得到实际应用，将来爱之至刚将更加推进这些开发与研究，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，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，创造丰富多彩的未来。